天真的他们获得快乐的方式很简单，找一根绳子，把两个人绑起来，然后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。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哥们儿，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而是无邪。生活中还有很多玩法可以创新，比如划龙舟。这样划太常规了点，有意思的人这样划龙舟。扫把木棍晾衣杆，一家老小齐上阵，人体划龙舟，全家乐悠悠。我他管的鸡巴，哎，打的给打了，那就我赢，结果真那么赢。鼓不给力，人给力，换个好鼓，改天继续。